教练好。哦，你们两个同场飙马第一次，好，开始录了。李敏跟上，快到你的路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比太强了，佩服你。今天有两位教练，还有两位小孩。对，这是阿宏教练。一比，好，身体不要往前哦，好，猫哥教一比，压着下了，小心哦，好了，不要踢了，用。你用压着就好啊，你爸爸说的。很厉害呢。身体回来，坐着等他，身体坐着等他，坐着，一下收一下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姿势有了，把重心往后移，对，等他就好，再打直，等他就好，等他太快，来，慢点去，你要骑到他有一个狗狗的声音，不是这个声音，这个是他鼻子的声音。要加深，
点。